现在为你们说一下这个枪管的装法。首先把这个头可以这样拉过来，拉过来之后这样对着枪松开之后，这个就装上了。拆的时候这样的也是这样把它拉下来，这样子就可以了。介绍一下这个枪气钉的装法。首先把这个拉出来，然后扣在这个扣子上面，这样子扣住，然后再开始装钉子。钉子放平，这样的插进来。把它插到底部就好了。然后把这个拉出来，这样子扣住。这样子就可以使用了。然后枪的装法就是这样。好了。现在介绍一下吊笼机笼隔网的装法。首先把它放那个中间这个筋，一共七根筋放在中间这一根，放好之后，然后用枪把这里打紧。侧边这个隔片的时候，要把这个钩子放在这个钢筋的里面，这样装起来比较好一点。这样子，现在介绍一下整个机笼的装法，然后把这个底线拿过来，再把刚才装好的这个笼子拿过来，把这个这样子放上来，一定要注意方向。等放好之后，然后就可以相对把它打开。介绍一下这个门的装法。首先把这个东西放进来，然后从中间这个格子把它穿过来，穿过来之后，然后这个把它拉出来，拉出来之后把这个两个
盘出来的胶干就好了。然后这个门就可以使用了。大家开始加入食谱，这样就好了。再介绍这个鸡头的装法，这种首先这种接头，把两个鸡头给接起来。然后把鸡头放在这个架子上，搁到前面来，移到前面来。然后鸡头这样子把它放倾斜，对对，放近一点，放倾斜，然后放在这个钩子里面，然后这样轻轻把它放下来。扣子就好了，放平就好了，然后这样子就好了。这应该简单的吧？好了，要拿那旁边那个。然后这个是组头，可以把它绑住。这个就放在这边。嗯，这还有一个。这个东西把它放上，插上就好了。然后介绍一下这个石头的安装方法。石头安装的时候，把它稍微放倾斜，才够里面。要把里面那个扣子刚好扣住。扣住之后，这样放下就没就可以安装成功了。那个管子放好以后，然后就是打那个饮水器接口那个孔，把管子放好，然后这样子打在这个门的每一个孔的方向这个孔的方向要同一个方向，不能跑掉。要打在这个中间的位置，然后就把这个饮水头就把它装在上面，饮水头里面这个东西对准里面这个孔，把它塞紧。装好之后，把上面一个扣子把它扣紧就可以了。这样扣好就可以了。
每一个浇完之后把这个引水头放在底下，这样就可以，然后把管子把它固定起来。